，如果你发生程式发生错误的话，那怎么办？其实两种方法，请他再修正。你可以在这个发生错误的地方下方有没有？这个 ChatGPT 下方，你直接再跟他讲说你错误的点在哪边，请他修正。啊，比如说像刚刚同学有资料无法显示结果，或者是什么什么，请帮我修正之类的啦哈，然后他就会马上帮你修改。那或者是说啦，我是建议将来你们可以慢慢看懂程式。那一般我跟各位讲哦，首先这个程式的结构一定是 function 开头，and function 结尾，这个是绝对固定的。第二个的话呢，后面就是它的名称。那第三个就是它的所谓的引数的名称在这里，有没有？所以你可以看到 sale 这个名，你刚刚有同学说老师为什么我不叫 sale，你叫 sale？那这也没关系啦，其实这个应该不影响。那这个 sale 上面有的话，下面也会一定会有，所以这个 sale 就是传递给他的资料。那你可以在下方也会看到有一个叫 sale 有没有？这底下有没有个？这里有没有 sale 点 value 有没有？就是这个里面 sale 点 value 指的是我不是提供给他赵大鹏吗？那赵大鹏里面这个点 value 就是这个储存格里面的 value 就是他的资料，就是要赵大鹏，那把它丢给这个前面就变数了啊。所以这一串的讯息，这个等号哦，不是运算结果哦，而是把后面的资料复制到前面去，或者要赋予到前面去的意思。那前面这个 test 就是一个变数，那前面这个地方有个宣告嘛，所以宣告这个变数叫 test，它是一个字串 string 的哈。啊，不过跟各位讲哦，将来我是建议你可以慢慢看懂哦。那一般我的习惯是这样，其实。在 VBA 里面哦，只要 DIM 开头的都是宣告，后面就是它的变数名称，S 后面就是它的形态，所以这个变数是一个文字，这个变数是一个 long，是一个长整数，OK，好，这个是一个长整。那跟各位讲哦，VBA 有个特色，就是宣告部分不是必要的，所以如果你假设不希望看到程式太冗长的话，你只要看到 DIM 开头的哦。这三行你可以把它删掉都没关系，OK，有没有就省很多了哈。那第二个的话呢，如果呢你看到单引号开头后面的资料，就是所谓的所谓的注解，所谓的注解就是说这个是写给你看的，主要是用来解释下方程式到底是什么作用，有没有？所以记得哦，单引号开头哈，后面就是一个叙述。那这个程式也不会被，它不是程式，它只是注解哦。所以将来你这个不要的话，可以把它删掉了。不过我是建议最好是，尤其是你们程式是初学者的话，那我是建议哦，这个注解写越清楚越好，因为这个是写给你自己看的啦，有点像一个笔记，有没有？如果假设你不太确定说底下这一行到底是什么作用的话，你可以自己再加一些比较详细的注解，是 OK 的哦，没有问题哦。啊，那。这个中间加空白列，这个可以不要了。所以，我是建议你们可以慢慢透过 ChatGPT 帮你产生的程式，然后你也可以顺便了解一下到底它帮你写什么。那如果假设里面有发生错误的话，那就直接改就好了嘛。OK，如果你有能力的话，你就直接改。但是如果你没有能力，你只能怎么样，请他再帮你改。可是有时候 ChatGPT 很厉害，一下就改对。但是有的时候ChatGPT 改了很多次才会对。啊，之前就有个同学，他也不会写程式，但是他怎么做，就一直叫他改，大概改了十几次，终于对了。我说，那你这样子，你自己看，不是要快？他说，老师，可是我懒得看了啊。哦，也对了，反正你做得出来就好了。但是比较好的方式是最好，你要知道到底要做什么。所以其实啦，你们可以看一下哦，我们在这边不是插了一个函数，它透过 sale 去取得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，有没有？然后再把这个储存格里面的点 value 放在前面的变数，它去透过一个 in-street，这个是一个 VBA 的函数啊，其实就等同 Excel 里面的 file 啦，只是名称不一样了，它叫 inst 啊，那这个意思就是寻找什么？寻找这个字里面有没有前刮弧，那如果有，把位置传给这个变数，所以这个变数里面就记录它到底在第几个字。有没有叫 star pole？这个叫 end pole 有没有？意思说头的位置、尾巴位置，这个是找后刮弧嘛哦。然后呢，它底下有个逻辑判断，如果呢它 star pole 大于零，所谓的大于零哦，指的就有找到。
那什么情况没找到？就是它等于零，等于零的话，就是表示说，哦，没有这个字，没有前刮胡。OK，所以呢，如果前刮胡跟后刮胡都有找到的话，那我就把这个资料给取出来。反之，else 有没有？就给它空的字串。哎，有没有？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呢，它逻辑一模一样，只是换个地方写而已。那其实等同于就是把公式哈。翻译成 VBA 的方程程式的过程，OK，所以其实它等于在帮你翻译的哈，OK，啊，我是建议你慢慢就是这个翻译的内容，如果你可以看懂是最好的，OK，应该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哦。那细节的部分，我是建议你多累积，慢慢的话你也可以比较能够看懂程式，好，哎，OK，哦，那第一个啦，第二个的话呢，我们这个方程就完成了，好。那第三个，请各位呢再把这个自定函数再复制一个工作表，哦，跟上个礼拜一样，帮我呢产生叫 sub 程式，sub 好了哈，这个改成叫 sub 程式好了。好，那 sub 的话呢，其实很简单，我假设希望哈，就是把刚刚这个地方，我不要用插入函数的，我想要直接就给我两个按钮就 OK 了。有没有直接把按钮放旁边？当我按下一个按钮，自动结果就 OK 了，连问都不用问。OK，好，然后另外一个按钮就清除。哎，那这个两个按钮怎么做？上个礼拜才做过哦。好，那其实也相当简单啦。如果你不会写 VBA 程式的话，最简单的方法哈，就是直接怎么样？告诉他说，请帮我改成这个 sub 程式。啊，其实它会有延续性，它知道你刚刚写的。他也会接着继续帮你写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的这个哦，我看一下，我底下其实也应该有哦，这个有做过，请帮我改为 VBA 的 sub 程式，好，不过呢，请特别注意哦，因为呢，我们 sub 跟 function 最大的差别啊，就是你如果是 function，你游标已经在 B2 上面，有没有？但是如果你 sub 的话呢？跟 function 哦，最大的差别是，它不知道你要输出到哪里，所以特别注意哦，你不能直接哈把那个问题直接就跟他讲说，哎，请帮我哈改为 VBA 的 sub 程式。他也许知道，但问题你后面可能要补一下，补什么呢？跟他讲说呢，哎，你要把结果输出到哪里？所以后面记得哦，如果将来你要写，请他帮你写 sub 的话。啊，一定要记得哦，输出位置，那你就跟他讲说，请帮我把结果输出到 B2 到 B10，他就知道哦，你要输出的位置是这个范围哦，他就 OK 了哦。所以呢，你的叙述方法就是直接呢，请帮我改为 VBA 的有没有？function 改为 sub 哈，然后呢，后面可能就补一下嘛，将结果输出到。B2 到 B10 嘛，我看一下是不是 B2 到 B10。那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我是建议哦，叙述的方式哦，如果是一个范围在 Excel 或 VBA 哈、哦、B2 有没有到的范围就冒号了，OK 到 B10，你叙述的方式这样的、哦，他就看得懂了。冒号表示一个连续的范围，好、哦，所以哦 B2 到 B10，好，这样应该他就看懂了。那因为问题是记得要打在一起哦，你不要另外再开一个新的对话，你直接这样做，他不知道，哎，你前面没东西，他就不知道。但是因为前面我们已经做过，他会自动帮你把刚刚的 function 哈、哦、改成 sub，OK，执行一下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看一下哦，到底他有没有看懂？应该从他的回应大概就知道了。他说以下是修改的 VBA 的VBA sub，哎，这应该没错，他看懂啊、哦。它会从 A2 范围，哎，没错，A2 嘛，其实因为 B2 嘛，哦，前面是 A2，提取每个储存格中的内容，哦，没有，储存格括弧，哎，这边有个括弧中的内容，哦，并将结果输出到对应的 B2，哎，对，应该没错吧，A 到 B，OK，好，储存，哎，所以看起来回应是对的。其实，如果回应是对的，底下程式应该八九不离十，OK。可是，如果它回应的结果不，哎，怪怪的，那你可能就要检查一下这个程式哦，有可能就错了。来，把这个程式复制一下。
那你可以看到它就是 sub 的哈 ，OK， 那就把这个程式直接贴上就可以了。那底下使用的方法，这个跟刚刚方向一模一样，这个就不用重做，你不要没事又插了个模组，不用了，直接把它贴在刚刚方旋的下方就可以了。哦，底下它运作它就直接按上面执行。哦，好，我们把刚刚产生的程式贴上来，贴到这里。那你可以看到贴上的程式就是 sub。它的名称的话就是这一个，好，OK。然后 end sub 是尾巴，好，那我们基本上如果假设什么都没改的情况下，先乱乱看看 O 不 OK？ 如果 OK 的话，那表示应该就是我们要的哈，所以这个把它切过来。然后 run 的话，记得哦，它的执行不是插入函数，而是游标。只要放在 sub 跟 end sub 中间任何一个位置哈，这个位置哈，然后按上方的执行，它就会帮你把刚刚的事情做过一遍。我看看结果 O 不 OK？ 哎，没有问题。那再来的话就清除哦，啊清除，不过我是觉得清除这比较简单的，清除你就写个 range 哦，然后点 clear contents 或者是等于空的。其实 OK 的，所以我是建议那个清除，你可能不需要什么都请他帮你写吧，但你也可以请他说，请帮我写一个 sub 程式，好，清除 B2 冒号 B10，他帮你写了。可是实际上这个很简单，我写一次我自己写的，因为这个实在太简单。写如果你要自己写的话，开头一定也是 sub，空一格，然后后面加一个清除，哦，这样子就打 sub 清除，哦。它后面刮胡跟 end sub 不用打哦，你 enter 一下，有没有发现 sub 清除 enter 哦，它会自动帮你加尾巴的东西，后刮胡跟 end sub。那如果你要清除的话呢，我是建议哦，你干脆就直接在这边，打一行哦，首先跟他讲说范围，哪个范围呢？范围记得想到一个物件哦，叫 range，RANGE，这个 range 就范围，前刮胡。前双引号，跟他讲 B2 冒号 B10，后双引号后括弧，加一个等于两个双引号就可以了。那这样他就知道说，哦，你要把这个范围的资料清除，就这样而已啦。OK，好，那我们把它执行给各位看，清除，这样就清除了，有没有？执行，清除。所以我是建议啦，哈，清除。你当然也可以请 ChatGPT，可是我觉得这个比较简单哦，你可以自己写写看，因为真的啊，最好是又会用 ChatGPT 又会自己写，那当然是最好的。OK 哦，所以请各位这个我想就自己写一下哈，range 括弧里面放 B2 冒号 B10 啊，清除的话就等于这样子就 OK 了。哦，不过老跟各位讲哦，如果你是 Mac 哦，你写这样不行呢。你写我写这样子在 Windows 是 OK，可是如果你假设你是 Mac 的话，你可能要用点 clear contents 的，clear 有没有？这边有个 contents，啊，结果是一样的，这个也是清除哦。如果你是 Mac，好像就用刚刚等于双引号那个是不行哦，你可以改一下，啊，叫点 clear contents，啊，记得哦，把内容清除。这样 OK 哦，那至于写哪一个方法啦，看你各位习惯了，反正你可以把它 run 没错就 OK 了哦。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哦，把那个刚刚的这个什么 function 改成 sub，然后再增加一个清除，OK 执行没问题，执行没问题。那接下来后面哦，我们是希望说，因为都在这边执行，其实有一点麻烦。而我比较习惯是把 VBA 稍微缩小，移到右边，有没有？你会发现这样执行比较看得到啊，有没有？这样执行比较看得到。但有同学哦，没有，同学是直接把它放到最大，然后这样按执行，看不到，那就猜猜看到底有没有啊？变你要再把它怎么样？再把它缩小，有没有？然后再把它打开，这有点麻烦。所以我的习惯是哦。让它先缩小，放在右边，这样执行，我觉得会比较能够看得到一些细节了哦。那只是说后面如果我希望呢有按钮的话，
这个 ALT 加 F11 好像没办法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变成你要把开发人员叫出来，还记得吧？上个礼拜才讲，在上方有一个箭头，有没有？其他命令，再点选制定功能，制定功能区，把开发人员这边打勾，按确定。好 ，OK。那再来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把什么，把刚刚的那个这两个 sub 哦，就可以把它变成，两个按钮，所以请各位先试着把刚刚两个 sub 先完成吧。那开发人员这样比较好控制的，所以建议各位先把这个部分先完成，然后再来，待会我们就来把按钮加上去，那顺便如果你们有额外的时间，你们也可以看一下这个 sub。 那我讲过，跟方选一样，宣告的部分其实是可以不用的，所以像我个人习惯，如果我希望让程式，看起来不要那么冗长，我第一个先把宣告先拿掉，第二个的话把他们的空白列拿掉，有没有？这样的话感觉好像会比较近一点。那实际上它这个程式到底写什么呢？其实你会发现，大体上就是一个回圈 for 回圈，它从第二到第十，指的是第二到第十列做什么事情呢？其实也是一样啊，就是把资料取得之后放在 test， 然后寻找前括弧跟后括弧，如果有前括弧或而且有后括弧的话，就把资料取出来，反之就是把它结果输出成没有，然后把结果丢到这个同一列，有没有 I 列的第二栏，第二栏实际上就 B 栏的意思。所以这个程式假设你们做完之后可以稍微看一下，待会我们再来看把它变成按钮。